大家好，这里是牛布拉。前几天俺们不是拍了一个视频去福利院送粽子了吗？然后有很多朋友发私信，就是说看一下福利院的小朋友能不能收养，看一下就是符合哪些条件的才能收养。俺们一会儿要去福利院问问。然后俺上一次去的时候有两个小朋友，有一个小小的心愿，俺想俺俩去帮他们去实现一下。上次去那个小女人跟他聊天的时候，他说先要一个杯子，再拿了一个杯子。他们也可听话，然后我去问他就是需要啥的时候，他说也不需要啥。我说我下一回再给你买个新衣服吧。他听见这会儿然后可高兴了，给他凑个衣服。他那边不让穿裙子，还有短袖，没有裤子。可以。大小的也差不多。哦。不要的。摸着还挺舒服。嗯。哎，他穿 L 都中。买那号冰丝面面的，摸一下可舒服。嗯，到这都中。可舒服。前回要留个联系方式哈，上回来也忘了问电话了。嗯。正常孩子谁也不适应在一起了，要扔了是吧？然后就是像这种孩子也是可以收养的吧？这种孩子可以收养，但是没有人愿意收养啊，因为他们身体上有残缺有疾病。咱国内的话都想收养一个健康的好一点的孩子。东西都给他们送过去了，他们都是可高兴，还有水果。咋说吧，刚才就是去了解了一下这边。等于说是基本上没有完全健康的孩子，因为要么就是身体上有缺陷，要么就是有一些疾病，年龄都还挺小的。里边就是你像这么高有两三岁的，俺刚过去都有十几个，就在那做那些手工课了，因为就不去里边打扰他们了，就没有再拍里边的。所以说大家要是有那个收养意向的情况下，也可以给俺们联系。